好呢时候咧，我哋邀请埋 Andy 嘅同门师弟啊，兄弟啦，叫做兄弟，兄弟，系啦，黄明德阿德上嚟嘅。哦 ，Hello， 德，做同你 Hello 兄弟，兄弟，好啊。好嗱，咁首先咧，即系要同阿德倾下偈啦。系啦，因为阿德咧要恭喜佢先嘅。系啦，因为完成咗 SAM 啦。系啊，完 SAM 啦，我系咯，啱啱我最后一日啦，个课。系咩？今日最后一日嚟啫。琴日星期五。哦，咁真係啱啱完喎！咁你好勤力喎，一完成就出嚟幫手宣傳啊！喂，咁有冇啲恭賀嘅説話可以同香港電台講先？有，咁咧我就祝福同埋慶祝咧呢個香港電台100周年。預祝啊！呢個應該係預祝100周年快樂啦！而家係95周年，係啊，95周年。咁希望第時你哋100周年咧都可以邀請我過嚟啦。喂，一定喎！嗱，而家咧我哋好多 cam 錄低咗㗎嚇，係咪？咁啊，約定你5年後咯喎。好啊，好啊 ，fan cam 都有錄低㗎嘛，係啊，所以上網就見到㗎啦嚇，有片為證啦嚇。到時應該完咗學添㗎啦，完咗大學學位㗎啦。啱啊，不知佢會唔會繼續讀落去㗎嘛？你都知啦，都係嘅，進修 master 得唔得？係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不過你唔好兜開先 ，Andy， 你有啲咩恭賀説話同？希望香港电台身体健康啦，心想事成啦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都即我觉得广播好重要，咁啊大家继续留意多啲唔同嘅音乐啦，希望大家都喺收音机度听到你嘅歌啦，系系，同埋睇到你为我哋唱啦。多謝多謝，呢、這個就最重要啦！俾啲掌聲啦，喂，好嘛？係咁啊！年輕人咧，我嘅遠見已經講緊咧100周年嘅事情啦。咁啊，不如又問下 Andy 啦，你覺得如果真係100周年，我哋搞一個活動咧，要搞咩活動好呢？搞咩活動啊？整個馬拉松音樂會咯，好嘛？唱幾耐㗎？唱幾耐？哇！100個鐘咯，都可以喎，100個鐘啊！嗱，咁我就。我想我都可以唱到2個鐘嘅，起碼。OK， 咁即係要揾50位歌手啦。咁啊，但係就最緊要好似今日咁熱鬧。係。咁我中間就2個鐘裏邊有1個鐘就你同阿德就搞咗啦。都得，都得㗎。係啊，咁就。阿德 ，OK， 最緊要有免費蛋撻就得。OK， 係啦，菠蘿包啊，乜都有嘅。非常之好。呢個時間咧，請兩位咧，真係要翻去咧，努力咁樣準備，做多啲運動，同埋最緊要寫多啲歌。好。咁啊，多謝 Andy 先啦，咁我哋表演咗。可以休息一陣。